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很有老师的感觉。哎，谁要不要上来看一看？这个 feel 很好哎，哦，我就知道很了，真。我知道了。你们说人你多起来，说，它会变两排。举手举手啊！真的吗？真的会变两台啊？对，人多起来就会变两排了。要不要把我那个觉得 David 还会有哦，我觉叫得蛮有可能会的。Jack 叫进来？不对，Jack J 在来了，吗？来了。Jack 在里面吗？有我啊，看不到这耶。边他这边没有回来。哦，Jack 回来了。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 J 把那个什么，还有把 David 叫回来的时候，就会变两排了。这桌子就会变有两可排。能。一二三四。喂，你的位置我只能用那个吗？我不能。你回不去了。啊，回不去了，他不能超过75 MB 哎。当然，你不能放太多的东西在里面。你想要放什么？你什么照？我比较好奇，什么东西会超过75 MB？ 我要放影片呢、啊，很多啊，很多啊。我现在桌面可以放。嗯，影片。哎，他可以上传影片，你知道吗？哎，我来放影片，我来放影片。对，你们试一下。上传影片应该就快。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前面才可以放出来啊？用这个 VR 控制可不可以啊？网页的那个地方，用那个。你要网页的话，你只能 share 你自己 screen 呢。哦，又回到这个圆桌了。Jack 为什么眼睛闭的？嗯，他已经为什么 Jack 眼睛是闭的？你没看到他 pass through？ 哦 ，pass through 眼睛就是闭的。嗯，好可爱。所以在虚拟进入现实的时候，眼睛会闭着。我去想象现实一下。我去想象现实。对，因为这而且让我很想要改我的 avatar， 因为这个我一直以前都觉得这个 avatar 没什么用啊。我现在发现、哇，那这个很好用哎、欸。就是真的，难怪以前 Facebook 他采取的 Avatar 策略是他想要让你复制一个比较靠近你自己的本人的 Avatar，、对不对？嗯，因为其他很多的软体他都会想要把它变成，谁真的变成那个。Heber， 你哦、David， 你讲、David， 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口啊，跟你的口音一样的。对啊，你也是啊，所以这个算法很厉害，这软体算法很厉害。对啊，就那个表情啊，跟那个感觉很像。对啊，那你们看得到我现在手顶着我的下巴吗？看不到。看不到，没有没有。你的手是在抓在，你看得到我手在摸这里。摸下巴，摸下巴就看不到，对不对？有了有了。你是摸哪里啊？应该有了。你想要摸哪里？你打，你就要被。你要被 HR 举报了！你要被 HR 举报。嗯，这是测试。完了，以后玩这个就不能乱摸了。你是没穿裤子吗？有啊，我有穿裤子。那你摸什么？你说的不算，看也反正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很难知道。你看，难怪女生不过来了。你看 Paul 的眼神，他在看着他的电脑。你看那个。嗯，哎、欸，好，你看那破的眼神，看电脑，你看他眼神一直在看什么东西，然后一只手放在看什么东西，腿的地方，不是，我现在在看的是这个我的这个下面的白板呢。哇，你看很夸张呢，我刚刚在抓脚，你是说透视，然后用下面这个地方看这个 A 片？哇，不用啊，你只要点你的电脑就可以看 A 片，可是黑白的啦，黑白。哎，你们知道 VR 怎么上去吗？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上来？什么意思？哇 ，Jack 从电脑要怎么从 ？Amoless， 就是、不是你要 Amoless， 你要在网页，不是你那个 link 链接点进去哦，你不是你要给我你 email， 我把你加进去，你要给我 email。哎，我的桌子变小了。他这样不能从连接进去吗？从 VR 里面不能从连接进去吗？不可以，不可以，要给要用电脑给 email， 你要给我 email， 然后你要去搜 email。对，你要去搜 email。没有啊，他已经有了，他已经进来了 ，Amless 已经进来了，他已经是在会议里面，他已经电脑里面。他不在 member 里面。他只要连你的 VR 要连到你的那个电脑啊 ，Web 三。不是不是，你要在 email 要在这个里面变成一个 member 才可以。现在他是以 guest 形式进来的。啊、所以 Amless， 你给我一下你 email 呀，你发一个 Discord 发 email 给我。
看也要进来耶。嗯。哦，对。对啊，对啊，进来就可以看到它会变怎样。这样子六，那我们可以换成一排啊。我们可以换成一排啊。啊，他没有，他应该会跑到中间吧？他会跑到你们中间。我们可以换成一排啊。一秒给了就应该就很容易了呀。哇，你们都在做这种手势，在比什么？在比什么？哇，比什么？你们都在做这种手势。Jack， 你在干嘛？哦，干嘛？办公室，办公室要打起来了吗？啊？打什么？打什么？哎，我在想那个。想什么？欸、位置怎么换呢、啊？换位置，看这一排。凯、okay. 哦，这个凯已经来了吗？凯，哎、欸，干嘛一直换来换去？哎、欸，这个上去可以几个人？ 可以不可以两个人上去啊？应该可以吧？你都试试看啊。Go to whiteboard， 你们。你们应该、欸、有没有人要 go to whiteboard？ 我现在躺在床上，我不想动。哇，为什么 schedule meeting？ 为什么我这边点一个 schedule meeting？ Happy， 你上去 go to whiteboard。去干嘛？我才不上去了。你跟哈我上去。哎 ，Paul 跟 Paper 画了一个什么东西，很大好像。我没有啊。你发了一个，就是 chat 什么 chat 什么之类的。我吗？哎，我没有发东西啊，我本来要放一个。哦，是 Paul 发的。好、哦、，Paul 写一个 P， 我还是 Paper。哦，不是、哦、，Paul 发的那个影片很像那个，就是很像那个。幕僚怎么讲？不是肿瘤，有点像那个垂下来的，两个在胸口。所以你 Paul， 哎 ，Paul 你放的影片不能在 VR 上看，对不对？就只能在。那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放到里面来放，好像。嗯，对啊。哎 ，J 睡觉去了吗？哦，可以在那个。我们感觉我们都在上课耶。用出来了，在那个可以在 YouTube 啊里面看。你们上课，但是没有老师啊。你们美女照片呢、啊？什么 ？YouTube 啊，看三 B， 然后呢？嗯，就是我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 哦。你说那个影片哦，在 YouTube， 然后可以看三 B。Okay. 对，它是 3D 的方式。就是前几天。哎 ，Amores， 你为什么半天不给我 email 啊？你如果要进 VR 的话，你要给我 email 才可以啊。哎，不能在 VR 里面打这个 pair code， 然后直接进来。不可以耶，因为它是跟你的那个账户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在网页上设置完之后，你就可以在 VR 里面进来了。它就会在 VR 里面显示的。都没有办法。我现在在找说有没有人把这个 APK 分享出来，我就可以直接装到 Quest One。哦，你 Quest One 里面 App Store 里面没有。对啊 ，App Store 上面不行，他就是找不到它。你去那个 Side Quest 找不找到？你不是啊？我找不到，我找过了，我网络上面也在找啊，然后没有人。我之前其实有尝试。就是 Quest 把东西拉出来，其实是可以的，可以把那个 Archive 起来，但是不一定能装，就是。谁突然间倒在了，破坏了颜色了耶？哦，还是他变死在这边了。啊、破是断线了，死在这里了。Connecting。嗯。破烂、欸、的位置。问你们 ，Emily 可以来。如果我用这里面的 remote desktop，、然后它蛮卡的，是不是因为我的 router 的问题比较多，还是我的网 internet 的问题比较多？就是